先开始来关心的是社会消息，昨天在新北的永和发现讲，伫这個大白水沟有一个干那村生区的遗体，即马警方经过追查来锁定讲，死者后生有重嫌，在12点钟来将这個嫌犯抓到案。啊，警方表示讲，这個嫌犯讲是因为不满爸爸对着伊的妈妈有一挂暴力，准他来去动手。啊，警方今仔日有来到当现场。一个三十多岁将尸体带伫大白水沟的姓胡嫌犯找到透早，方带回警局。面对问题无回答，警方成立专案小组，动员900名警力，吊挂900支的监视器，总算将嫌犯逮捕，国家透露破案关键。有目击证人提供相关的情资，指证胡姓嫌犯在半夜的时候有在该处出现。那也有丢弃相关东西的动作，那经本分局抽丝剥茧比对影像，然后逐步的来锁定胡姓嫌犯。单条尸体地点都伫新北永和一个庄仔油沟，现场已经有起封锁线，警员继续打捞。因为死者遗体被发现时阵只存身躯，无头甲四肢。警方阁要继续找犯案的工具甲证据。嫌犯向警方讲，不满父亲对母亲言语暴力，才会下手犯案。即马社会局也已经介入了解。在被害人的太太的部分，他有孝顺的一个需求，所以我们后续会跟家属的部分一起共同来讨论，规划怎样对于被害人太太的照顾。计划的部分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嫌犯伫11月底，趁着困倒的时间，将父亲挟持了后，放伫顶楼，隔八天才进行分尸。到12月初7，决定要放伫行李箱拖行尸体。详细犯案动机，有关有待进一步厘清。有计伫尾仔嘛，嫌犯移送地检署复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